上个礼拜的时候，台客剧场有邀请我们要去参加他的电音金坛派对。对，然后我们就觉得吓到他，整个超紧张，我要接偶像了。对，然后我们又找了两个人，一个是负责捡垃圾，一个是负责找垃圾。然后我们好像有任务，对不对？水男水女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要不是啦，顾名思义就是要帮大家倒水、倒茶这样子。而且其实台客很辛苦哎，因为我们本来要去的地方是观音海水浴场，反正就是有一些问题，那边刚好有个活动，然后场地活动。场地重叠，两三点的时候看到他发了一支新影片，说我们换地方。现在快十一点了，这边是观音海水浴场的附近，我们现在过去看一看，到底状况是什么？哦，没有，我只是问你有没有用到那块。我那边不能用，我连碰都不敢碰。你看我又走河边。对啊，现在已经两点了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已经两点，有很多台客的粉丝一直在等着我们决定，哎，到底要在哪边进摊派对？那这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决定。我们准备了一些我们觉得应该会用到的器具，是米袋，是跟嘎巴迪亚的阿妈借的，然后还有手套，防止手受伤。捡垃圾的夹子。黄科，你带什么？我带的是手套，现场应该有很多人都跟我们带一模一样，应该就带这些啦。嗯，那我们这次好像忘记带一个，就是水。哇，好多人哦！真的，我觉得我们要先开始认真的进摊，开始捡垃圾，不然等一下会捡不到垃圾哎。对。厉害厉害，环保小尖兵就是你了。我现在很认真哎。我觉得今天的净滩其实还蛮舒服的，阳光没有那么大，海风也吹得蛮凉的。嗯。所以今天是个蛮好的天气。我们这边发现了一个行动载具。你们是水男吗？对啊，因为我刚才到，有看到台客吗？导演。他搞不好跑去拍片了。啊，我想法是直接用机车载。好，你这蛮聪明的。那边的人根本就没。水用光了，然后也没人把送到那边去了。OK， 等下见，拜拜，小心哦。今天还蛮多水男水女，要做一些很特别的水袋，你们等一下可以去拍一下。我的装备就是没有那么专业，就是买现成的水袋。我把水袋放在我的后背包里面。哦，蛮可爱的。好，那如果假设我要喝水怎么办？这是游泳圈水袋。就是把它挖洞，然后再把它粘上去。这不是游泳圈，这是水壶、欸。这是游泳圈，是游泳圈。所以它游泳圈，它加了这个。买游泳圈，然后把它变成水壶，自己加，然后。这个是我跟朋友借的登山的杯架，对，然后再跟朋友借的这个水箱，然后就 DIY 组在一起。十二公斤。哦，十二公斤。啊，没错。这边有一个很熟的人哈。Hey Peter。Hey 阿弟。Hey 阿弟弟妹。嗨，谢谢。你好。好久不见哦。所以你们装备是什么？水壶。台客帮我们准备好的。哦，台客帮你们准备了。这个。拜拜拜，再见。拜拜拜。等一下。终于，终于终于见了。等一下，这边会太吵。你有拍到？我没拍到。好。哦，如果你要供应水的话，嗯，你可以穿上这个衣服，大家就知道，哎，你的水是干净的。然后呢，它杯子一定要拿在你的腰下，它才会出来。对，然后你要用另外一个手转开，对，它在这里。耶、yeah, ，你看 ，OK， 哦、okay, ok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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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ay. ，Go go go go。啊 ，OK， 或者拿上来就没了。对，有需要喝水吗？需要，也需要。那非要他自己要装吗？我觉得我是错误示范，我没有带杯子啦，所以要跟人家借杯子来喝水。嗯，谢谢你。不会。可能要低一点吧。这样。对对，不好意思。你怎么可以叫女生跪下、啊？这很难控制哎。等一下，我漏水了。怎么样？夹得如何？是不是不会用？对，不太会。不会。要很低哎。就是要这样啊。不要拜托大，拜托别人很低，就你更低一点，低一点。就跪下来，这样行吗？来过了，立刻用空拍机找到一加一。我们刚才说，我们一定要找用空拍机找到一加一，结果还真的找到了。所以昨天的状况是什么？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制作人还不敢跟我讲，所以后来是他跟我讲，就是那边不能用啊。因为我们原本以为那个路跑是早上而已，对，
结果他们租到晚上六点。你找了几组人来当水男水女？还是是有些是自己报名？大概20个，都是 YouTuber。因为就是刚开始的观念，就是因为大家在 YouTube 有一个身份，怕就是有些人会 like 水加什么怪东西啊。所以大家都有身份，就至少有一点信任感。对。口渴跟我说哦，好不好？可以。谢谢嘉一。不会。谢谢。这时候加水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聊一下。今天过好吗？还不错。有捡到什么垃圾？有，超多塑胶袋的。大家在很认真在捡垃圾，然后。其实那个净滩的感觉，其实我觉得有一种就是凝聚力，大家一起做一件事的感觉，我觉得很棒。治本的阶段也是很重要的，真的。对，不是掉了才捡，是当初就不要制造这样的垃圾就好了，没错。保持住，垃圾不要破坏环境，垃圾不落地。对，那我们就去我们的 DJ 区，呀、yeah ，狂欢啦！超过时间了，真的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一起 party。导演，谢谢我们。